看这题哦，他说一个袋子当中三白四红五黑，从袋子当中任取两球，两球即为什么色？白色，怎么算？我常强调区域怎么算？全部分支我要的。告诉我袋子当中全部几颗球？十二颗球，挑几颗？两颗。我要什么？两个都什么色？白色。换句话说，从三个白色当中挑几个？两个，是不是出来了？所以说把它乘开，算出来是几？66/3，所以约分约掉，答案是几？22/7。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